今天的信徒主題就是耶穌為我們流出的血成為的新約。在我們今晚活動開始之前呢，我們慣性都是我們由 Father 帶我們一起去祈禱，作為今晚的開始。我交給時間給 Father， 謝謝你。好，那我們開始呢。我們以天主的名開始，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，是吧？今天我們會聽一句很短的耶穌說的說話。在聽這句說話的時候呢，我們再唱這首歌了，大約让我们再一次上来听天主的说话，很特别的。这个圣灵的说话呢，提醒我们天主的说话呢，引领我们。在这本书里有第一页，第一首大word。Thy word is a lamp unto my feet.